谢霆锋呢日出席创业活动，提到日前佢同吴彦祖、冯德伦、李灿森几位老友以特警新人类嘅组合担任金像奖嘅颁奖嘉宾。适逢今年系电影20周年，实在令人期待系咪有第三集嘅出现呢？开心，同一班朋友可以咁多年，已经系好难得嘅件事。仲要大家都仲系叫做后生啊，即系我哋嗰阵时因为太细个，所以而家大家都系好好。準備好去拍第三集，等導演咧，因為導演而家都在拍緊我同阿丹爺，咁但係同時已經籌備緊嘅啦。咁琴日阿老闆楊老闆又答應咗，哎好啦，哎呀即刻開啊！講到老豆謝賢當日亦都被頒發終身成就獎，有冇同爸爸去慶祝一下先？冇喎，其實我覺得每日都值得慶祝，我哋又唔會為咗一件事去特別慶祝嘅，真係好等佢開心嘅，即係做一件事。做60几、70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这些就是我成日讲的那种坚持。那你会不会朝着老豆的方向发展，希望攞埋终身成就奖啊？我应该没有那么长命，是的，但是有得坚持我一定坚持。另外提到全城热话许志安和黄心颖的安心偷食事件，霆锋就说啱啱先知道，不方便回答啦。啱啱上一个访问先听，但是我就不回答了。